love that's wide, a love that's sweet, and help me, Lord, to never keep it to myself. Send me a love that's deep, and if my heart should tremble, a love that's my feet should fail, Lord, to never call my name, and I will come right back to you. 'Cause大家好，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你们要今天可以大家尽量打开麦克风哦。我们是半段，我们是自由分享。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大家好，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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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平安满满，平安满满是祝福满满是。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前半段我们来回顾2020，然后展望2021。有没有人要先开始分享？多佳姐在吗？在啊，早啊，多佳姐，早、啊，先分享一下你的2020。啊，
我的2020啊，哎呀，也没有，反正生活大概跟2020跟2021应该都差不多啊，都是居家隔离啊，不太能出去啊。但是呢，我觉得这能够在精神上啊更丰富一点。虽然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虽然在外表好像感觉到我们都是很被隔离的，可是我们的精神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啊，可以跟大自然啊，可以跟我们的主啊，我们在精神的生活领域上可以是非常丰富的。这是我的感想，一点点感想，然后赶快跟大家破冰破冰，然后赶快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大家每个人都有机会讲。好，林梅，下一个接棒。好，这个记得那一天赵老师在全佛会祷告会，他就讲说东西要接得快，接得简单，啪啦啪啦啪啦，就像赛跑一样，接棒不能拿，不能空的。好，那我也来接。是2020，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经常我要分享的还是一样异类的分享。2020，我发现神打开我的疆界，是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不可能做，但是完全没想到的，我这小脑袋60多年从来没想过我能够在瞬间跟东岸跟西岸甚至跟海那边的人能够有所连接， enlarge the territory， 而且看到有各个地方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我经常感恩数算恩典。我觉得神是掌管其怎么讲，姐怎么说都可掌管万有。怎么样，你是要掌管，我看你的手在掌管万有。掌管什么？掌管什么？Yeah, he's amazing. 他什么都是在我们想，哎呀，这是一个完蛋的2020的年代。但是我发现不只是我，我也听到有几个姐妹，她们慢慢也说，是啊，我现在走去的地方比以前还多。感谢神，分享到这儿。棒棒，好，你可以点名下一个。点名下一个。好的，那我点名那个 Pearl 好吗？大家好啊，202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我的身份改变了了，我的孩子结婚了，在今年1月他就结婚，我看到我的儿子跟师傅，他们两个今天神非常多的恩典啊，也我接近一年里面，我特别是感谢神，因为世界改变了。我住的地方很多很多政治环境都改变，但是上帝就感动我，要背圣经啊，我就跟提出来，对不同的人说，我们要肝肠壮胆，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我就跟师傅的妈妈，跟他认识之后，我就每天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背圣经啊。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也跟一些很亲密的姐妹一起，跟我的赛门一起，每天背圣经，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眼睛看到上帝的恩典。我很开心来到这里 Coffee Talk， 因为我发觉我们开始想多一点咖啡的好处了，也开始看看咖啡跟我们身体的关系。这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很多很多，上帝也看把我要做的事情也跟以前
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疫情当中，不能够去聚会，带领聚会，但是很奇妙，我开启了，就是说在那个网上跟以前一样，一个月也能够跟十多个越是群体的中心跟他们有网上的不同的聚会啊，我觉得上帝很奇妙，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面，上帝没有改变，他在我们家里面也有开启他的新的领导，我非常感谢在这里认识你们每一个，很开心认识你们所分享的每一次。里面很丰富的内容，感谢上帝。谢谢。哦，我可不可以插队分享？啊，欢迎欢迎，当然可以。没有，因为我很有感触，就是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微信，那微信给我的一个弟兄是我们早期就是3、4月、4、5月一起在做口罩事工，那他让我很感动，就是他开放了自己的家里变成仓库，然后供应纽约一线护理人员的需要。那我们因为事工结束就，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在联络的时候，他竟然告诉我说他在医院，他自己得了 COVID-19，然后他太太也得了。那感谢主，他说他现在已经准备要出院。我就让我想到，我们常常都是。在真正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反而好像都保持静默，也不会，就是旁边的人也不会知道，就让我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fellowship 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我们是平常常常联络的话，我们就不可能 miss 掉这样的讯息。那可以为他祷告。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请下一位，我要点名 Andy。其实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今年就是很特别的一年哈。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被一个小小看不到的改变了。其实我们到目前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源头在哪里都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行动受限制了，但是我们的明明心思意念是很自由的。透过这个，我们其实让神让我们看得更广，接触的方面都更宽广。那希望我们在2021年也是一样。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会给我们这样，但是他的心思意念都高于我们。我想，我们就是要仰望神，他的带领，跟着他的脚步总没有错的。我也希望大家一样，大家都身体健康，能够尽力为主做工。我想这两天，如果有参加 CMG。财展大会的话，我想有一些牧者，他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只是读经祷告，祷告读经，我想总是要有行动。虽然疫情帮我们限制了，但是我想还有是有很多可以做的。我想大家就以此跟大家共勉，谢谢。谢谢，拍拍手。拍手，很好，谢谢老弟分享。那下一位要接快一点啊，刚刚林梅姐提醒我们。好，那我来分享。好，我谢觉谢。得2020年呢，对我来是个可以说是个安息年，因为从3月份开始，我就个没有个。出去的工作了，因为跟疫情的关系，那我也是有借这个机会，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一个安静的思考。我也是最多想到了，就是过去神怎么样带领我，神怎么样的祝福我，
特别是在今年2020年哈，神让我有很多机会啊，在一个各个不同的一个网站给学习到了一些课程，啊，又参加了一些个啊教会的小组的祷告会啊，还有一些个施工也是有机会的啊，个人的就是做一些个在那个电话啊，那这个啊 Zoom 啊或者是 WeChat 上啊做那个个探访啊，因为在个读那个属灵书籍啊，还有个圣经啊，里面也是有个很多那个启发，有很多感想。特别是在这三天里面，我是有参加那个美国的福音大会啊，也是听到很多宝贵的信息。那这今早我起来的时候，又想到财富到底是一个怎么的定义呢？在那个疫情以前，都是财富，都是个你有多少的股票，有多少的那个餐馆，有多少的那个物业。那自从疫情到现在，那我觉得有钱的跟没有钱的都一样，你都是关在你自己的小的房子里面啊。如果你说不别去，也是个离不开，也不去到什么地方。而且你先是越有的话，越多的话，那你更加担心。有什么铺租你还没有交啊，什么地税什么一大堆的事情，反而那些没有很多那个财产的就没有那么多忧虑。真的好像在圣经里面说的，你多有的你有多那个的思虑，你有多忧虑啊，你没有的反而的在这个患难的时候你变成你的祝福。那我今早是个想到很多美好的那回忆，那我觉得真正的财富是在我们过往里面我们有个什么好的回忆。比如说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个主的施工上有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那个回忆真的非常非常的甜蜜的。而且这个回忆就是个财产，永远不会丢掉的啊，虽然看不到，不都是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存在我们跟我们的人际之间的这个互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个我们就好像个今早我是听到个那个福音的大会里面的一个讲员说的，真的我们不要单单只的读经的祷告，那什么都不要做，好像在神的施工上我们没有参与，那真的是很可惜的，真的。所以也是非常的感谢，就是Linda 看到他这么多年来每一天都这么忠心的来这个侍奉，有时候跟他在一块的同工，我就觉得非常的甜美非常的珍贵。我也是盼望在2021年里面我们的可以做得比2020年更好。我们在2020年所做的一些就是不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那盼望我们在2021年不要重复我们在2020年所犯的一些小的错误，也是求主来带领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充满那个盼望踏进2021年。谢谢大家。谢谢邱弟兄的勉励。我今年也是因为多佳姐传给我们一篇文章叫收藏昨日，其实也是在他在人生长跑里面看到这个邱弟兄的分享，这篇文章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像刚刚邱弟兄讲的，我们要常回顾过去那些甜美的回忆、好，那我们现在暂时先来喝一杯咖啡，然后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 来展望2021年。我来，
提神咖啡馆，提到神，最陌生的熟悉。The Strangest Familiarity， 作者徐永强牧师 Reverend Peter Chi。 咖啡是全世界最流行的饮料，估计其流行度在未来也不会衰退。奇怪的是，许多人喝它，天天离不开它，却不认识它。咖啡成了许多人最陌生的老朋友，大部分人只熟悉其味道，但不了解咖啡因，不了解它的成分，甚至不知道它给自己带来的益处远超过自己所知道的。我们都活在上帝创造的空间，我们称之为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靠自己在世界里头的感觉，我们无法离开世界去看世界。世界局限了我们，感官欺骗了我们，经验限制了我们。感谢主，认识主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世界的钥匙，是创造者与被造的人最窝心的接触。The strangest familiarity。 不晓得大家听到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感触，我个人是很有同感，我相信在座如果有常来参加我们的 Coffee Talk 大概也有很深的感受。就像他刚刚讲的，我们好像以为我们知道，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尤其是对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很局限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那好，我们接下来下面我们要来展望2021年。那我要点名，今天有一些新来的人，如果你们愿意在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也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你只要打开麦克风我就会点你的名。 Alan 有要分享吗？ Alan Wang。 我想分享一下那个2020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感受。我在2020年的时候，能够借着黄芳姐，认识那个多卡，跟那个后来就认识Linda， 把我这个那个有声书跟诗歌放在网上，放在 YouTube 上。这个事情是我没办法想到的，连做梦也不会做梦的。这上帝很奇妙，就记得这个事，借着王芳姐，把这个事情成就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也不是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是因为神自己的主动。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相信主，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这事情就是因为我不认识 Doga 跟那个Linda 姐齁，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她在东岸我在西岸嘛，两个人这么遥远，但我怎么想都不可能，我现在还不知道多甲长什么样子呢。但是我们都已经连接在一起了，那我就很感谢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太过渺小了。前几天我到那个七里号在外面有一个广场，我可以在那边运动哦，走路。然后前几天就下雨了嘛，
然后我们看到那落叶哦，下雨很多落叶哦，哎，我就想起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开我，你们就不是就不能做什么。那我们是真的是太渺小了。那我后来我就想起诗篇第八篇哦，说我观看你，世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又你所陈设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世人算什么？你去眷顾他。然后我去查那个网上，我写了一篇文呢，我还没有登出来呢，我也寄给多甲了。我就去查看那个宇宙有多大哈。然后如果我们要，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我们要坐那个飞船呢，没有带人的，最快的速度的，也要到宇宙的边界去哦，也要4000年的。那我们怎么去的4000年？我们有那个命吗？没有那个命去坐那个飞船，更何况是坐飞船，那个速度这么快，我们怎么能够受得了？所以我们人是在被困在地球上的，不晓得将来我们可不可以去到宇宙的边界呢？所以我们真的是太渺小了。但是诗人在第八篇里面说，上帝眷顾我们这个渺小的，我们是渺小中的渺小，甚至我们不可以称作渺小了，我们不配称作渺小的，但是上帝却眷顾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降杯，生在马槽里面，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思想主的时候，我们才了解上帝的爱有多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想到上帝的爱，我们简直是不配拥有上帝的爱。而且他的那句话是为了一个仇敌祷告。我们如果人哦碰到人打我们一拳呢，我们可能还着两拳，对不对？但是上帝却为他的仇敌祷告。我们什么时候还能才能学到，或者拥有上帝的一点点的爱呢？好，我们谢谢这个 Alan 很感性的分享，他的有声书，在我们的频道里面，你们平常，我平常很少在 Coffee Talk。来分享这些有声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文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也很精彩。那我们准备这些资源就是希望说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资讯可以搜寻，像那个黄江河弟兄他自己本身就是有，他自己本身是从赌徒变门徒，就跟我们CMC 听到那个牧师一样的状况，然后他自己目前是有中风的状况，但是他就还有他自己的一点点力量，他就想要为主来做一点事情，也是让我们
相当感动。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分享这个就是你在2021年，你可能2020年你有很多计划被破坏了，那我很想知道我来点名哦，点名这个国宏姐跟张明玲两位姐妹，就是他们是不是有在新的一年他们有最想去的地方，最想做的事，我可不可以先请国宏姐来分享，谢谢。哦，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立明本来要带我们去做这个土东之旅的，我在2021年最盼望的是这个土东之旅啊。另外我本来也是今年会要有去这个黎巴嫩这个难民营啊，一个短宣，这个希望明年也能够成行啊。今年我们本来也还有这个新疆之旅，是一个走岛之旅啊，一个为这个丝路祷告的之旅。我希望明年这三个旅行都能够成就，我是很抱有希望的啊。我想这个这个疫苗出来了，两三个月之后，希望会有很大的改观吧，整个世界这个能够再活动起来。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国宏姐。那你们线上如果对疫苗关心的还可以继续请教我们国宏姐，她是免疫学的博士，她对疫苗方面她有相当的研究。好，我们请那个张明玲。我希望我们21年我也最想去的也是土东，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好，听得到我吗？是叫可以可以是叫我吗？怀乡吗？对，怀乡姐。那个我相信2020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都知道几个亲友因为 COVID 而去世啊。其实2020刚才对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年，因为我自己的先生在四月份去世，我本来是要分享一点这个，因为纽约当时是重灾区嘛，分享一点最第一手的这边医院的他送医无门这个情况，但是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那没关系，你可以分享，你可以分享。时间不够就不要了吧？可以啦。好好， yeah. 我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微信，他说最新旅游景点是客厅到厨房到餐厅到浴室到卧室。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这跟我们早就行之有年了，因为我先生是脑积水是手脚无力，只能用 walker 走，而且他站起来的时候要我拉他，从床上也要我拉他。那我那个时候认为疫情对我们家不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已经行之有年了。结果没想到纽约一封城以后，我本来那时候我先生二月份已经不能去聚会，不能去复健，我就开始清理他的房间，准备找一个这个居家看护，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他，他是很高大硕壮的人。那么可是不但请不到，连那个钟点工都不敢坐地铁来了。那是后来我先生又到了三月底的时候，他很明显是中风，因为他不能吃不能动。我平常我要换尿布加屁股抬起来，他完全不能动。那种情况下 我儿子说这样子不行，那我们要送医院，结果医院根本叫不到救护车，医院说我们家他常去的医院已经被指定为 COVID-19 的专属医院，别的病人不收，他说你自己想办法送到别的医院去。那叫不到救护车，他根本是躺在床上了，连下都不能下来。对，感谢主，那时候终于联系到康复中心，康复中心本来只收医院的病人，那是因为 COVID-19 特别的关系，就收从我们家收，说好要收，等了四天才来，而且不能用救护车，没有救护车了，只能用坐轮椅。哎呀，那个时候把他搬出去哦，很费劲，因为他完全不能坐。所以，但是感谢主，还是送去了
为什么说感谢主呢？因为如果在家去世的话，那时候 纽约的情况是这样，在家去世的话，那先要警察来看是不是谋杀，然后再来消毒人员来消毒你们家，不知道你有没有 COVID-19， 然后再等验尸官。验尸官那时候根本也忙的没有办法上门。我知道另外一个教会的人就是在家里去世，哎呦，那都出现尸斑了，还验尸官还不来。然后验尸官来了，签了证死亡证明以后，殡仪馆才来接人。所以因为我先生被送到康复中心，就等于是已经没有知觉了哈，像中风的样子送康复中心。那所以在康复中心去世就没有警察的问题，然后一个礼拜以后离开。我们虽然很意外，但是我知道这有神的旨意啊。那可是最难过的就是我们最后一面不能跟去。过去他年年住医院，我年年陪他在康复中心陪一个月两个月，但是这次不准跟去。然后我们在那医院里面的时候，不，我只能视频，视频也是半天没办法弄到。然后后来他这个告诉我他去世以后，我们也进殡仪馆接走了，也是隔几乎等了十几个钟头才去接走了。他说我们不能去殡仪馆，只能直接到墓地，所以我们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他。然后去墓地的时候只有我们一家人啊，儿子女儿。我就想到他，因为他带领一个小教会，他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多半是老人家，不知道帮助多少老人办他们的追思礼拜，帮他们跑墓地，他自己却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走了。后来有一个姐妹安慰我，她说没有人送没关系，重要的是在天堂门口主亲自迎接他。那么昨天我又听到一个我的朋友告诉我，是我点头之交，因为岁末了嘛，大家打电话问候啊祝福啊。他告诉我，他说他就是我跟他是点头之交的朋友，他的先生，他是一月底才嫁女儿啊，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比我先生大五岁。那三月就得到 COVID-19， 也是住纽约。然后六月他都上呼吸器了，上呼吸器竟然只有5%能够下得了呼吸器，他就是5%，他眼看要往痊愈的路上走了。结果转到普通病房，发觉他全身都是褥疮，躺了3个月，医院又忙成那个样子，所以只能送到疗养院。所以从三月他先生住院，现在还在疗养院，他都不能去看他，等于是生离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因为我常常跟我儿子感叹，我说爸爸如果是不是碰到 COVID-19 这个情况，因为过去他每次不行的时候他就送医院修理一下他的抽水机，哎，住下康复中心住一两个月就又回来。我说如果爸爸不是碰到 COVID-19 的话，应该不至于离开世界。那儿子总是提醒我，他说爸爸的那个抽水机速度是最高了，那现在最高速都没用，又不能重装，他这个体力那么差，那如果就算救回来 也就要卧床不能动。所以他说，也常说妈爸爸这有神的意思。所以昨天我听到我这朋友的先生的情况，我也真是就比较没有遗憾。所以我现在今年的展望，也就是我当然希望回台湾一趟，跟我那些学生相聚，还有就是看看我婆婆。那最重要就是我因为现在有机会朋友来安慰我也好啊，谈到现在发觉真的是人生无常，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就跟他们传福音。我知不知道你将来我们都要走这一步，那知不知道我们将来何去何从，有借这个机会是传福音，也是警醒自己，这个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是不是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准备好我们的灯油。谢谢，浪费太大大家太多时间。阿们阿们阿们，好，谢谢谢谢那个怀香姐的分享，她是我们这边人气最旺的作者，她有空你们可以去看看她的文章分享，很多都是在关顾这些老人的状况。我刚听了，我也个人觉得我很庆幸，我妈妈是在
去年底过世，我们还可以正常的为他办一个追思会，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难想象说我们现在的世代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年底的这些选举。那我在介绍下一个阶段的分享人之前，我来先用他自己做了一段影片来介绍他。我们时间要进入下一阶段，好，这个大概一分多钟的短片。大家好，我是 Pastor Lenny， 欢迎收看并订阅吹号者。在圣经中，吹号有许多不同的作用。第一，它是一个警戒号，守望者吹号警戒现在最终和危险的百姓。第二，它是集结行动号，吹号召聚百姓集结并一起行动。第三，是战争号，在与敌人征战的时候吹号。最后是庆祝号，在欢乐的日子和节期吹号庆祝。今天基督徒，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正身处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每次七分钟的节目中，从圣经的观点来探讨当下教会、家庭和下一代所面临的挑战。让我们借着神的话通达实务，借着神的灵知道所当行的，成为这个时代的吹号者，警戒危险，集结行动，一起征战，并一同欢庆。好，谢谢，我们欢迎郑牧师。我在看他的影片，我才发现这个前辈影片做得这么好。我们有请郑牧师，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你才是前辈啊！谢谢 Linda 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特别在年终的时候来分享。我可以分享我的视那个 PPT。可以直接 share，continue、okay.。好，很高兴能够来到 Linda 姐的 Coffee Hour 哈。虽然我是不能喝咖啡的人，但是我可以分享咖啡。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020是个奇迹年。或许大家都觉得是的，没错，2020年是个充满挑战的一年。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奇迹年。我先要一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以弗所书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节经文真的让我经历到，在这一年当中，神造神的大能不是我们自己，但是会透过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刚刚听一下 Alan 弟兄，我相信还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都特别在这一年经历了许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牛顿呢，在17世纪的时候，他也经历了pandemic， OK， 在17世纪的时候，他经历了鼠疫，在鼠疫中逃离了伦敦，在他自我隔离时发现了什么？微积分、地心引力和光学理论，所以他将那一年称为是他的奇迹年。哇哦，是不是真的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的时候，神反而在成就很多大事。所以我今天借着 Linda 姐给我这样的机会呢，我也就稍微来回顾一下在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我稍微再往前挪一下下，其实去年2019年9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视网膜剥落，我在脚伸那里写一个见证，我就在这里不多分享。我两个眼睛在过去有动了6次手术，今天能够看见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
当去年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神在给我一个信号，在给我一个提醒。刚好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很有荣幸去担任这个 CMC 拆船大会下一代讲座的一个召集人，所以我就召集了请了几位牧师们，我们就一起安排了这六场的讲座。说实在，我也不晓得神为什么给我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然后一下子就要再安排这个。结果在每一场讲座的时候，就看到人群把这个会场都挤满了，而且这是他们第一年办的，其实讲员都是新的，没有人认识谁是讲哪一个，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主题来，我在那个时候我的灵就非常的感动啊，我就知道，我就觉得体会到好像神的灵在 push 要 do something， 因为这个感动其实也放在我里面很久了，可是我一直都不太有行动。所以呢，回来以后我就开始跟神祷告说是该是行动的时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思考说那要怎么做呢。所以后来就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刚好吹号，我说哦呀，那我就开始了这个 blog 叫吹号者。所以刚刚那个视频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帮我拍的哈。那我要特别大家注意一下时间点哈，那就是3月10号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晓得有 pandemic， OK， 当然有了，但是还没有那么严重啊。结果呢3月15号纽约市就忽然间就说全校停课，而且那一个礼拜呢根本没有什么配套措施，学生随身就通通在家里。因为我是负责年轻人英文堂的，我就想说哇，那这个礼拜大家孩子们都在家里，那怎么办呢？那也是个机会哈，所以呢我就开始了线上的灵修。其实我们本来年初就已经都安排好了，今年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我都还给他们配好这个 partner 了哈。但是这个疫情一来，这些都不能做，那不能做，反正大家都在家里，所以呢从3月18号我就开始每天早上8点15到9点，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就在线上带他们查经，然后写灵修日记。后来4月的时候，我们甚至一天有三班制，早上、下午、晚上，一直到后来只剩下一班了哈，因为后来开学了，一直到今年的12月24号，后来我就改成半个小时而已。其实这也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啊，能够每一天这样持续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我在群里面发的这些经文啊，因为这是每天当我们跟他们孩子们一起灵修的时候呢，我就要求他们也写，所以我自己也要写，既然要写吧，我就把它分享出来啊。所以就在我这个部落格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些每日的灵修分享。结果呢上个礼拜呢刚好有一个感动，我说这个今年呢其实我都不太想开放给别人，我想说这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我想把这个留给我们教会的。可是圣灵一直在给我感动，我就说因为我常常看到外面很多年轻人家长们跟我 complain 说这孩子们都整天在家里，所以说好吧，那我就上礼拜就办了一个讲座来教大家怎么做 OK。 结果反应超乎我所求所想，那现在我就说好吧，明年呢我 coming 三个月 OK， 两班制啊，现在大概就说愿意来的就来参加啊。那现在大概有50-60位报名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原来没想到的一个机会，就每天能够在线上能够带孩子们带全家能够一起来灵修祷告。第二件事情是有关丰收家庭教育中心。其实教会在过去几年本来就希望我跟我太太我们在教会办一个教会学校，
因为我们家四个女儿，我们都是在家教育啊。可是后来因为校舍还没有完全ready， 那又后来这个疫情又来了，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正式成立这个叫丰收家庭教育中心，来推广有关在家教育，帮助大家来怎么样来实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什么教育，几乎现在都是在家学习的，对不对？所以5月16号我们就办了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在家教育的讲座，结果也是超乎所求所想。其实同工们早就在催促我要来分享这些事情，但是我就说谁会来听呢？而且就在纽约啊，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最好的学区，我在想说我办有几个人会到我们教会来听呢啊。结果因为这个疫情呢，我在网上一办，哇，很多父母都在伤脑筋，孩子在家怎么办？然后后来我们经过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两个微信群了，现在大概有600多位，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真正所谓的 homeschooler， 但是大家都能够在这里一起继续的学习，所以我们后来就陆续办了很多讲座哈，每个月我们有一次月会，那神也很奇妙的就带领了许多同工，我们一起来帮忙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有同工在在宾州的，在 Houston 的啊，所以这些事情也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年实在发生太多的事情，对不对？一波接一波。3月25号，这个 George Floyd 被警察的这个他死，被警察这个在执行的法律的时候，他过世了。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事件，种族的问题就浮现在美国的社会。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特别是世代不同的一些看法。也是因为这样呢，神就给我另外一个感动，来分享世界观的课程。这是在暑假的时候，有10堂课，我等一下会再多分享。然后上完以后呢，又上了一个教会历史，因为大家也说啊还要继续上，所以呢这个今年呢实在从来没有停过哈，反正都在家里就是一直做下去了，感谢主 Linda 也很支持哦，也来上课。那下个月呢，要开我叫世界观 2.0，我觉得很简单的就是说什么是 1.0 呢，其实就是说世界观的故事呢，其实就是 Chuck Colson， 他是尼克森的特别的助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在他是这个水门事件里面很有名的啊，他因为水门事件呢就被抓，然后进了监牢，也是因为这样就信了主，他后来就成立了监狱事工啊。然后又特别讲到很多有关世界观的，这是他所写的书啊，叫 Now How Should We Live， 中文版的也有出来。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书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感动哈，就终于有人在提这个事情了。他就提到这个世界观的衰退，世代越来越少的基督徒，或是越少的人有这样的基督圣经的世界观。特别他提到说，近几十年来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未能将基督教视为一种生活系统或世界观，统管每个存在的领域。结果是什么？我们无法回答世界向我们挑战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或失去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力，我们失去上帝设计的美丽和深度，我们被世界海啸所淹没。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光景吗？所以他说呢，我们的世界观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那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信念的总和，是指导我们日常决定和行动的思维体系。它解决3个问题啊，创造、堕落、救赎。
最后我再加复原，就说你每一个事情你都可以从这观点来看啊，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世界出了问题怎么修复，我们该如何生活。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 里面我们很少去谈到除了在教会里面外面的事情，但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有的真理都应该是属于神的真理。 OK， 这是早期教父所一个讲到的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我很喜欢 Abraham Kuyper 哈，他当过荷兰的总理啊，他是个改革中的一个基督徒。他说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一寸土地耶稣基督不将他的脚踏在其上，说这属于我。教会是世上的光和盐啊，有两个双重是 Holy Wilderness。 所以呢，我们常常提到说这个大使命，这是我们常提到的啊，这是大家都知道。但是还有一个文化使命，却是我们比较少去提到的，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治理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常常我们讲的福音就是罪死审判，然后得到赦免永生，呀，这是没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只停留在这里 ，OK？ 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还有一种叫 the thick gospel， 厚的福音。其实呢，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也会带来社会的改变，会带来经济这些改变的啊。所以这个叫做 thick gospel。所以呢。1.0 我们上完以后呢，没有很多时间来就是说探讨实际上怎么应用。所以呢，我们1月16号我就给它定名叫 2.0 了，就成为73的变革推动者。其实呢，这也是给我自己很大的挑战了，因为我没有上过这个课。以前刚刚那个世界观的课，我有跟 Chuck Colson 一起上过网课，在2004年我就跟他上过网课。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要来学习，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因为作为基督徒呢，不仅是每个星期天在教堂里面崇拜，而是呼召成为变革推动者，把福音带到生活的每个领域。我们要来探讨这七座山啊，那七座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七座山这个概念呢，是在1975年的时候呢，这个 campus 这个校园团契的负责人 Bill Bright， 还有青年使命团 Lauren Canahan， 他们一起领受这个意向。就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七个领域啊，所以呢，就家庭、教会、教育、政府、商界、媒体、艺术、娱乐，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社会的。基督徒怎么进去，按照圣经的世界观来影响这个社会啊？这是我们所要用的书哈，特别的有七星观点，然后英文的它没有中文叫 Change Agent。Change Agent 里面这个作者他说呢，如果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影响任何国家，那么我们将必须影响作为任何社会支柱的七个领域或山头，这些是战场，在这里将会决定文化胜负。教会的大业就是改革世界，教会基督教会组成的原意就是要将有志改革之事结为一体。基督教的职责意味着誓言为世界普遍改革尽一切的努力。通常我们教会的模式是这个样子的，你读商的你就来教会帮忙记账啊，你读教育的来帮忙教会教主日学，你学艺术的啊，你来帮忙教会画画画，都是集中到教会来，到教会来。但是这个7301的概念就是说，教会是应该是一个装备的地方啊，是用圣经的观点来装备每一个基督徒，怎么运用在他们所谓的专业上呢，能够去影响社会，所以应该是向外的啊。一个基督徒的活动不是只有在教会才是基督徒，当我们去在做商业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基督徒的信仰、圣经的世界观应用到你的领域里面去啊，这是我们想来探讨学习的。Charles 斯布森这样说，福音像笼子里的狮子，它并不需要被定义，它只是需要被从笼子里面放出来。我觉得今年这个疫情政治的情形，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觉醒过来了，我们需要出去改变文化，
所以 Chuck Colson 说，要转化我们的文化，必须从上往下，由平凡的信徒活出信仰开始。就在后院篱笆烤肉架旁，我们就是教会，必须离开教会的座椅，走向公众场所，向世人展示有一条路更好。我们不是寻求权力，我们不是寻求名声，我们挺身而出，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爱神，我们爱灵舍，我们的行动都是出于对神和对灵舍的爱。开始行动吧，踏着 Colson 的脚步，共建神的国度。我们所以啊，我真的很感谢主啊，在今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神放在里面我很久这样的一个课题哈。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一直希望说教会是一个比较能够影响社会的影响，可是呢却常常看到是越来教会的影响力越少。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神今年给我这样的机会。那这个礼拜六呢我会有一个讲座，就是复习世界观 1.0， alright， 因为也有一阵子了。然后呢我会更多的分享来 promote 2.0，这是这个礼拜六晚上8点钟。最后呢，这是我最近开始，都是今年开始一些WeChat Group，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分别来加入，我们可以更多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哇，好精彩哦，琳琅满目啊。所以刚刚你们都听到了，我自己个人是有上过几次的世界观培训，还有教会历史，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关心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希望这个郑牧师真的是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他线上有没有要回应的？郑牧师也是其中一个想要去土东的。我们期待上帝开门啊。Yeah， 我刚忘了说了哈，今年是我30周年，然后我们2年前呢去了以色列啊，我托我太太去，因为她坐飞机她就吐的不行，她很怕坐飞机，还好我把她拖去，她非常喜欢。那我说今年30周年，我本来跟 Linda 说好我要去土耳其，结果这个发生了啊。所以但是呢，像刚刚一个姐妹还是有盼望，希望明年2021年我们有机会一起去啊。Yeah. 是呀， yeah， 有兴趣的我都会帮你们加到群里面 stand by。Yeah， 一定会成型的啦。Amen。 Yeah。 这几月份啊？我们本来是计划去年9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疫情减缓之后，我们会再跟土耳其那边的弟兄姐妹再 confirm 一次。Yeah。好，谢谢。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你的 WeChat ID 留给我，我会把你加到那个群里面。我们现在应该有十几个人在那边等，就是已经可以成团了。Yeah。 好的。第一次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孙红，我是上了郑牧师的这个教会历史课，非常有感触啊。我感觉郑牧师的课设计的很好。他前面讲大概40-50分钟，然后还有给我们小组讨论，然后再有大组分享。我觉得不光是学这个教会历史，也让我们深刻来考虑我们基督徒在现在的教这个时代应该如何向我们以前的这些属灵的先贤来学习，如何真的是行出基督徒应该在社会中该行出来的事情啊，让我们深刻来考虑特别是他又提到这个怎样把我们的下一代争取不要把我们下一代被这些魔鬼撒旦搅扰带走，要怎样在教育上在文化上使我们基督徒能够真的是按照圣经的这个指导来做。我非常感谢，所以我也准备很期待参加他的世界观 2.0， 我 1.0 时候不知道，所以没赶上感谢主。我去年也是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份，我也是去了这个以色列那个圣地游，也是很有感触真的是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你们这边有这个去土耳其，我也很想去，感谢主。欢迎欢迎。那个其实
之前那个郑牧师他有讲说，那时候大家一直在为选举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真正的摇摆州是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下一代已经被这个大环境影响，所以你很难再去跟他们沟通，但是我们还有下下代，我们都 还有机会。所以我后来听到有一些小小孩的，我都会鼓励他们来上这个郑牧师这个在家教育的课程。那我们线上还有谢牧师在我们线上，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应该是宾州的谢牧师谢秋季啊。大家好，感谢主，Peter 邱弟兄邀请我来参加，所以今天也能够参加，能够认识大家，感谢主，谢谢 Linda 姐你们的忠心服侍，我也很喜欢郑牧师带的这些课程，很可惜之前的世界观的这个课程都是礼拜六早上的，因为我们疫情以后呢，我们教会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9点到10点都有在众里面分享灵修，所以时间冲突都不能参加，很期待下次可以参加郑牧师的对他的这些世界观啊，这些在家教育啊，因为我儿子现在也是青少年，我觉得非常有需要，非常及时，感谢主能够借着这些忠心的仆人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好，神赐福大家，新年蒙恩。谢谢，谢谢谢牧师，欢迎你常来，也谢谢你常都发一些海报讯息，让我们都没有错失很多 在线上学习的机会。那其实你们说你们对这个世界观，我都变成快变成郑牧师的 agent， 他其实他所有的都有直播回放，甚至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频道里面。那当然他自己的频道是最完整的，像对，像我现在看对吹号者里面啊，他真的很大方，他所有的分享都留下来了，所以你们都还可以再回去看。好，谢谢琳达姐，谢谢郑牧师，因为最近也非常多的聚会，所以我一定抽空去听，谢谢。还有没有？郑牧师，我是 Alan 哈。嗯。我想请问你那个课程呢，是要你的世界观的那个课程是要报名吗？2.0 这个是我目前我需要就是说报名能够入群，我想 2.0 这个比较对，那个或许我把这个报名的怎么放 Linda 应该知道怎么报名，我把在群里面可以他就可以分享啊。OK， 好，谢谢。也、yeah, 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好像都有在外展群呀。Yeah. 我还在线上吗？对啊，你还在线上，我听得到你。对对，因为我刚看到差点被塞哦。是的，奇怪。好，你们有问题可以继续。线上的弟兄姐妹。我看看上面有什么回应。新来的，好像新来的吗？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恩我就想问一下那个世界观 1.0 回放是在 YouTube 上吗？对，你这个 YouTube 你找吹号者就可以找到我。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就期待上 2.0，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再Yeah, 有问题都可以联络我们呀，随、yeah, 时供应。那个我看线上好像不少郑牧师的粉丝哦，今天。yeah,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还有没有问题？那你们。我们那个网上有很多讯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里面去找资讯，然后也可以介绍更多的人来参与。Yeah,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时间就到这边，那你们也可以自由下线。那我们请郑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好的，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2020年就将近结束，主，虽然我们看到过去一年是的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很有挑战的一年，我们很多人也失去了我们亲爱的家人，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爱永不离弃我们，而且你在今年我们相信主你的手正在震动这个世界，特别在震动你的百姓。主，让我们看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主，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通达食物，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当行的，好叫我们能够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完成主的心意。主啊，在2021年我们相信你要继续来做更大的事情。主，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让我们愿意被主自己来所使用，不再留在我们的舒适区里面，好像你的教会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能够成为明光来照亮这个世界。也特别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主啊，让我们不管哪一代，我们能够教会父母，我们能够通通委身下去来拯救我们的下一代，好让世世代代都能够来跟随主，能够来传扬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阿们，谢谢阿们。那也今天还没有机会出声的，你们也可以开口，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跟大家打招呼。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自由下线。好，谢谢你Linda，谢谢郑牧师，谢谢你，谢谢你啊，你有广告费，我到时候你来纽约我再付你的哈。好，没问题。谢谢郑牧师，记得我们 WM830礼拜二8点半还有一个聆听主声音的祷告会哦。那我现在发的是我们的频道，我们频道刚刚是直播回放，所以等一下我们都会把它再放到频道上面，你们都可以再搜寻。好，我就顺便介绍还在线上的，就是我们的频道基本上有像这个 Past Live Stream， 就是我们直播的所有的记录都有。那另外这一排是最受欢迎的一些文章，然后还有一个 session， 它是有声书。我们现在目前应该有十本书，包括德州的这个潘师母，他都来跟我们报道。我希望也有机会邀请他。那我们还有一个 Let's Talk， 有很多 talk 都很精彩。那这个是我去自己在外面搜寻的时候觉得蛮棒的一些资源，包括刘山牧师的改变带来医治40几集的，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像我们有搜寻也有整理一些电影讲道，那透过热门的电影来思考那上面的属灵的意义。像这个我都把那个郑牧师的他的这些材料都把它放在小组讨论的素材，还有一些很珍贵的一些双语的灵修资源，包括这个科学沙龙，他们也是一直都在做类似的工作。好，那我就介绍到这边，我要 stop sharing 了。